好啦，各位同學，咁我哋好快脆又嚟到35題啦，好啦，第35條，好啦，咁35條呢，其實一條 ASGS 嗰啲問題嚟嘅，咁佢條問題到今年都有少少怪怪地㗎，即係所以其實2020年呢，其實一年呢，即係都幾奇怪嘅一年啦。好啦，A 係大過零，咁佢問呢下面邊一啲係一啲AS 嚟嘅，咁啦，第一嚿我用返照減啦，第二個 term 減第一嚿 term， 咁將個負三乘上喺前面，咁就變咗加三，所以四個 log A，A 係 constant 啊，所以四個 log A 係 constant。好啦，咁我再睇埋呢個減呢、這個，咁減咗，我都係一樣，咁即係呢個係 AS 嚟㗎啦。好啦，第二個就又係照減啦，呢、這個減呢、這個同呢個減呢、這個啦，各自減出嚟先啦。九減五 A 減負八減四 A 就等於一減 A。check 一 check 佢得噶啦，好啦，十减六 A 再减去库九减五 A 三库，咁你发觉呢个都系一减 A 嚟嘅，咁所以佢都系 AS 嚟嘅，咁我哋知道一二啱噶啦，咁睇下三是否正确啦，三正确就 D， 五正确就 A， 好啦，咁呢个位咧，其实佢真系都开始即系引入咗另外一啲即系元素去考虑嘅，因为 cos 九啊度减 A，cos 九十度 ，cos 九十度加 A 咧。你係要用嗰啲identity 嗰啲嘢咧 ，cycle cycle identity 咧轉翻佢嘅，咁呢個咧就變咗 sin A， 咁然之後咧 cos 九十度咧係零嚟嘅，咁 cos 九十度加 A 咧其實係負 sin 嚟嘅，咁當然咧如果你唔記得咗，咁其實呢條就好大鑊嘅，咁佢響融入咗喺呢啲位上面考慮，咁你發覺其實佢係你減翻佢咧，其實個都是 AS 嚟嘅，個 common difference 係負 sin A， 咁所以佢都係 AS 嚟嘅。咁所以呢個題答案咧就係即係呢條嘅答案就係 dot 啦。好，咁我哋再睇下一條啦。